愈后，脑袋痛，看着好多沸点啊，好多沸点啊，沸的时候往那边滑一下子，沸的时候往那边滑一下子，沸的时候往那边滑一下子，沸的时候滑的原因呢是上面还有沸点啊，上面还有沸点，上面沸点的作用呢是让那把下面那个沸点往前面推了一下子，推了一下子，上面那个沸点为什么推？有那个力量的，再被上面的那个沸点推了一下子，又出现了那以前看到过的景象啊，又出现了那个以前看到过的景象，沸点在沸的时候啊，被上面推了一下子啊，然后是这个作用是被上面一个沸点，斜吹吹出来的，上面一个沸点呢是，仔细看太滑了一下子，再被上面的一个沸点吹了一下子啊。也是沸点推叠沸点沸点推沸点啊，现在实在是太多的沸点过来了啊，要解决地球上的问题啊，各个宇宙都派来代表啊，到了最后的关头了啊，地球人还蒙在鼓里边，还在内斗啊，还在斗啊，还在斗川普啊，他们还不知道死到临头了啊，还不知道那些死掉临头了啊，我们就看结果吧啊。跟着看结果吧，最后那些人会死到临头了啊！好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